放肆！看谁敢！慕白，你怎么来了？你们不是离婚了吗？兰兰是做了什么十恶不赦的事，让你要动手打她？哦，还诅咒我们两个离婚？误会，慕白，他们父女俩吵吵架，老庄一时冲动了。即便您是他父亲，但他是我老婆，是慕斯集团的总裁夫人，所以你们都不能欺负他。明明就是他先骂人的。闭嘴吧你，我只看到你们一家三口都在欺负他。哎，慕白，可别这么说，你要是这么说那就是搬弄是非了啊。哦，搬弄是非，我最近啊在外面听到一些传闻，说您利用慕斯集团私下里搞一些。别说了，别说了啊，我们马上就走，来收拾东西，马上走，马上走，马上就走了啊，收拾东西了。哎，跟过来到底干嘛？我刚去京华没找到你，就跟到这儿来了。这里乌烟瘴气的事情这么多，穆总以后还是不要来了，以免有损您帅气的形象。你说什么？这里乌烟瘴气的事情很多，穆总以后别来了。不是这句，是最后一句。哎，你等等。还有什么事儿？给你一个惊喜，李明轩。不会是玫瑰花吧？啊！我最讨厌红玫瑰了。再说你做这些不就是为了不离婚，利用我蓝博士的名号化解公关危机吗？我刚帮了你，你翻脸不认人啊！现在是我不要你，不是你不要我。别以为你服过人，我就能像以前一样天天围着你转。老板，你喝多了？没有。李明轩，你说我堂堂慕斯集团一个总裁，我相貌堂堂，才华出众，你说他为什么就不领情？不领情也就算了，还那么的冷漠跟无情。冷漠无情不是敷衍形容你吗？那你说我是不是那种人？老板，其实有句话我想说很久了。你说。你之前认定夫人帮庄家圈钱的事，会不会有什么误会？我觉得夫人不像这种人，你说的相貌堂堂、才华出众，她也都有。所以。我知道了。所以她嫁给我以后，因为她爱我，所以迷失了自我。我是说会不会被庄家利用了，遭遇了某种突发情况。40分钟。什么？你比我们约定好的时间迟了整整40分钟。我们公司呢刚刚有个重要的会议。还有5分钟。啊，我与我们的约会时间设定的是45分钟，我们现在还有5分钟了解彼此。温小姐，刚刚迟到呢确实是我不对，但是从我一进来开始，你就一直盯着你的 iPad， 你至少也得看我一眼吧。还有4分钟。温小姐，我还是第一次遇到你这么有趣的人。